告诉我你抓到的依据。你敢抓我们吗？要抓我们。没了没了没了，我们是业主，我们上来干的。我是业主，别碰我啊！哎呀，碰我！谁碰你啊？你别碰！你当兵的吧？你是当兵的吧？对，当兵的是。你告诉我法律规定。我现在不是凭什么抓人？你凭什么抓人？我现在跟你们说，不是抓人，我现在传唤他，我要了解他身份信息。你要他传唤？凭什么？你告诉法律？首先，你传唤什么？首先，他不是业主。对啊，要对他进行。我们你要找业主，你要了解我情况，你找业主，不要找他。人家是请过来做事的，就这么简单。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叫局长来。我用局长来。现在找他要了解情况。你了解就自己了解就可以了。他必须配合我。那他现在人是不是在这里？你在车上了解可以。我现在是不是带他在车上再了解情况？对啊，你登记笔录啊，你们，你来啊，你们。那你我一直要跟你们在一起，你们。我告诉你，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？你现在了解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这分工作没得做了。对对对，滥用警力。好的好的，我的。你现在了解情况，你问他。滥用警力，部长，我跟你说，配合我的。有老板吗？传话。老板呢？对，配合你，配合你。配合哪里？配合我，配合你，你问吧，你问吧。传话，你问。我现在立马传话的。你就这里传话。你问，你那么传话，口头传话可以，口头传话，告诉你，开口跟你传话，他犯了什么法？他犯了什么法？他犯了什么法？你什么条？以什么理由传话他？他犯了什么法？警察同志，我问你，你告诉我，他犯了什么法？他以什么理由传唤他？你知道吗？他犯了什么法？你有什么理由传唤他？你给个正当理由。无功回家了，干这活干嘛？完全就是告我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家犯了什么法？可以，没问题。你也干不久了。没有啊，他没有犯。没有理由可以随便带一个人回去吗？我是现在是涉嫌，我对他有涉嫌什么？嫌疑，我现在什么嫌疑？什么嫌疑？我传唤完之后，你告诉我，我会对当事人滥用警力，我会对当事人说滥用警力，打110，我叫市里面的来，打电话报警，乱抓人，打电话报警，打电话